满清罕见老照片，第四张溥仪为婉容点烟，最后一张在操帅气哥昆华，是晚清时期徽州府休宁县人。照片拍摄于1879年，晚清时期一位青楼女子的罕见倩影，侧脸还是挺好看的，只是发饰和衣着实在欣赏不了。晚清时期南京报恩寺附近，中国第一个现代军械库，难得一见。末代皇帝溥仪亲自为婉容点烟的罕见合影，婉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，鸦片的烟味更是伴随他的一生。末代皇帝溥仪正在打网球的罕见老照片，皇帝的娱乐活动还是挺丰富的，在涛是纯贤亲王的儿子，在封的亲弟弟，封寿不入八分府国公，同时承袭多罗贝勒家郡王衔，他的颜值还是很高的，十分的帅气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